一个人只要对得起别人啊，对得起自己啊，对得起佛陀啊，我们呢就是用心发心就好了啊，用心发心就好，我们不要太计较啊别人有没有重视我们啊，我们只问自己付出多少啊，不要去问我能得到多少，以这样子的心啊，用心的去走啊。后来我这样想的时候啊，这样的心这样提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身心就开始清凉了，好，那种烦恼心就也就放下好多了，啊，然后还是继续的哈，整个运作给他以大局为重，以整个团体能够运作起来为前提，好，不要把个人的那种收获、那种得失哈要放下，好，一定要把啊整个运作能够运作的起来为一个最重要的重点，好。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子的心去护持三宝，哪有怎么可能会就是有因必有果啊，有善因必有善果啊，啊，这是一定的。诸佛菩萨啊，就算别人不认识我们，佛菩萨一定认识我们，啊，别人看不到，天可见，天上可见了，应见的见。天上一定看得出我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心来跟周遭人相处，好，此我们不是讲此心可见吗？此心啊是可以坦荡荡的，好，让许多的人能够好能够认那个剖出来给大家看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心无要那种不愧于天地的心，要做到这样才有意义。可是往往我们心情是这样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处在啊有赞叹也有毁谤的，一定是处在这样。这个易经上有讲到啊，不是历史上古人都有谈到那个德高者谤重，德恨高你毁谤就重，德高者谤重，这几乎都这样，几乎都这样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啊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啊，德高则谤众，啊，哎，我们怎么提到这里？好，我们继续下去啊。刚刚讲到内德跟外德，所以一个内德外德要修得出来，哈，啊。要修得出来都一定要刚刚讲的，其实佛法没有什么，唯有放下而已。那个布袋和尚布袋放下啊，布袋放下，复见诸佛波涅盘者，复见诸佛波涅盘后，以佛设立起七宝塔啊，我们又看到啊，东方万八千世界啊，种种性解，种种相貌，行菩萨道之后，又见到诸佛波涅盘，也见到诸佛波涅盘之后，佛的设立，让许多的菩萨为他起七宝塔，啊，起七宝塔。这个波涅盘的波呢，是入的意思，就是入涅盘，啊，入涅盘。这个涅盘就是缘寂，啊，寂灭灭度。此位于佛放毫光中见诸佛应化人间的圆净四面，啊，圆净四面，故曰入涅盘，即见以佛灭后之坚固分身，建造七宝塔而作佛事。七宝者，此土啊，这个要记住哈，有些人有时候会忘掉，七宝是什么呢？这里就讲，即此土就是我们现在娑婆世界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，好，这个你们有时候就会要用到哈，会用到啊，要记住这个七宝啊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，此即见诸佛道同，施化四壁，示现习化，哈。逝者始从佛出，终于入灭
啊，一代所作全时利益，光照彼诸佛土，秉现在目。啊，意思是说这是诸佛都一样啊，他度化众生的事情完毕了，就示现这个灭度啊，示现灭度。我们看再隔三行，好，三行巨大声论说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是佛他灭度啊，佛的灭度啊，他有六件事情啊，会要提的。佛的化身四波涅槃有六个意义，哪六个意义呢？第一个，度众生的事情就紧固，啊，有缘的众生已经度了，啊，度众生的事情已经就近圆满了。第二，为除众生无常的执，啊，无常，除众生无常执常，啊，就是要有些众生会执着这个常，所以他示现灭度，啊，这一切无常要示现出来。无乐执乐之颠倒，啊，啊，他会执着这个乐，啊，这个颠倒就要啊给他除掉，啊，示现灭度。三，令众生舍轻慢故，啊，让众生的轻慢能够舍得掉，啊，因为你常常亲近佛哈，啊，久而久之，因为常看到，你就慢慢就轻慢了。啊，常常看到，久的会这样。第四，令众生身可养故，啊，因为难得见，所以就会可养行。啊，第五，为令身精进故，啊，因为佛难见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呢要珍惜，就把握，啊，把握能够学佛的机会，赶快精进用功。啊，还有佛法在的时候，赶快精进用功。第六，欲速成就众生得解脱故，啊，这样一示现，前面五个啊，会让前面五条都会让众生迅速可以得解脱。好，啊，这个佛呢，他是很平常心，所以他要示现跟众生一样，啊，跟众生一样，啊，该几岁往生就几岁往生。可是道不一样，道家最近我在看那个普安祖师传，啊，普安祖师传看到有一段很有意思，这个道家真的不同。那个吕洞宾，他跟普安祖师跟吕洞宾哈，他两个人是常常有很多互动，啊，很多互动。哎，他最常有的一个最常听到一个互动就是那个钟啊，大家听过吗？啊，都没听过，啊，那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这普安祖师跟这个吕洞宾，啊，因为吕洞宾他就是因为道家就会执着这个肉体不坏，啊，这个肉体他会执着这个肉体要修炼这个肉体，好，啊，所以他讲究长生，啊，长生不老，他讲究这样，但是呢，他那个长生是把这个肉体维持到很久。啊，是指这样的长生。这个普安祖师呢，他因为他要盖一座庙，叫做大慈化寺这座庙。啊，那普安祖师在历史上他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，能自说咒语，就是有个普安咒，能自说咒语的菩萨是要很高很高的菩萨，才有办法自说一个咒语。啊，那么他要盖这个寺庙，缺一个钟，啊，钟，他就请一个专门铸钟的这个老筛哈，请他铸这个钟，啊，这个老筛把铸钟铸好了，但是呢，烦恼来了，什么烦恼呢？钟太重了，重达几千斤，那几千斤的钟你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大慈化寺呢？啊，因为钟很重，以前又没有卡车，啊，所以你要怎么运呢？啊，这个他就没这个筛夫哈，就一直祈请佛菩萨帮忙，啊，总是要有人哈，有办法想出一个方式运这个钟。那
这时候吕洞宾就来了，就有一个道人啊，就是吕洞宾啊，他就过来了啊，过来，他就说啊，你有什么事情要求啊？啊，这个就说这个钟啊，没这个老塞就讲这个钟没有不知道怎么运，说没关系，我帮你运去。啊，因为吕洞宾跟普安祖师之前就有好几次的互动了，所以这个钟他早就知道了。啊，要住这个钟，这吕洞宾早就知道，所以他就自己就跑来了，啊，跑来要运这把钟给普安祖师。他运钟就是用那个雨伞，啊，因为他就撑了一把雨伞，啊，撑了一把雨伞，就把这个钟顶在这个雨伞上，就这样就慢慢走走走，就走到这个普安祖师的前面。然后普安祖师他在他寺庙里面就知道吕洞宾把这个钟运来了，就叫大家出来，啊，来接这个钟啊，啊，迎接这个钟啊。这个普安祖师出来之后，他看这把钟，好，就看这个钟远远地方运来的。那这个吕洞宾呢，就用那个雨伞哈，把这个钟丢出去，啊，丢出去。那给那个普安祖师接，普安祖师就用那个芒苏拉。忙说就是那浮尘啊，啊浮尘，啊就把这个钟这样接过来，所以这叫菩萨对神仙，他们好像武侠小说一样，就用忙说啊就把那个钟接过来，几千斤的钟哦接过来。这时候吕洞宾就有一点神奇了，啊有点神奇，他说我这么辛苦把你的钟运来，你只用忙说啊接。结果那个吕洞宾就用那口伞哈，把那个钟划破，然后扬长而去，啊，扬长而去。哎，这个钟就破掉啦，划破啦。啊，普安祖师也笑一笑，好，普安祖师就这个书上写的哈，他就捏那个鼻子啊，就弄一弄，然后有那个鼻样，好，鼻样应该是鼻涕吧，应该是鼻类似鼻涕这个东西啊。就把那个钟画一画，就钟又合起来了，又钟又合起来，啊，钟又合起来。那合起来之后，这把钟一敲，这个钟音开始响，却不会绝。一敲的时候，从响开始就不会断。那这样不会断，就不能让人家敲啊，因为总要断嘛，总要让它慢慢洗啊。所以因为音响不绝。所以他说这个钟没办法用，因为它不会那个声音不会断，所以就把它放在那个寺庙，啊，听说还在，啊，那个寺庙就放在那个寺庙，啊，这是一个钟。后来人家问他说，问他说这是何方的人呢，啊？别人就问他，他说此乃吕洞宾也，呵呵，这个，然后他就顺便提到一段，吕洞宾啊，就是执这个尸体的鬼，这普安祖师有讲啊，守尸鬼了，守这个尸体的鬼，啊，意思说他还在执着他的色身呢，啊，放不下，啊，这个普安祖师有一小段这一段的话，啊，他意思是想说我们啊要把身心哈，啊，这放下，要不然都还只是这样，只是这个层次，啊，跑不起来。讲这个大家也就很注意了。这个故事哦，这种故事很多，我偶尔讲，但是其实不要执着这个啊。佛陀他这一他不太让他的弟子显神意啊，不让他的弟子显神意。这个宾头普陀罗多尊者就是因为显神意，佛陀才给他一个责任啊，让他。啊，意思是有点，处罚的意思哈，啊，说你啊，就叫他不要入灭，给后世众生种福田，啊，他因为他有一次他显这个神意，啊，就变成这样，啊，所以这个显神意在佛陀那个时代是有条件的，不能随意乱显的，啊，他是有条件的，啊，这个历史上禅宗的哈，啊，好几个禅宗的祖师。啊，他比较会显神意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后代的众生千万要记住，啊，千万记住，这个要，好，啊。
我们虽然我们当然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能力了，好，可是呢，不要被这个迷惑，不要这个迷惑。我们修行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慈悲心有没有多一点，啊，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多一点。那么这个古代的故事是给我们对佛法有点信心，好，升起我们的信心。可是呢，不要迷惑于这些，好，好，我们看，好，继续看。第125页，尔时弥勒菩萨作四念：今者世尊现神变相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类？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，当以问谁？谁能答者？啊，这是尔时呢？啊，弥勒菩萨就看佛陀呢放光现瑞，现神变相，以何因缘而有此瑞？啊，这个神变呢，这里虽然有解释，可是它跟法华文句的解释，法华文句的解释它没有写出来，我跟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啊，神变者啊，神变这两个字啊。神变者，神内也，啊，这上面没有写哈，大家注意听哈。神，这是内也，我们的内在这个心内也；变外也，就是外在这个相。神名天心，神这个字它的意思，天心，天上的心，天上的这个心，天呐，天人的天，这个心的心哈，啊，天心。意思是很好的一颗心啊，哈，很纯洁的一颗心。即是天然内慧，天然的内在的慧，哈。变名变动，即是六瑞外彰，哈。神呢是天心，是天然的内慧；变呢是变动，即是六瑞外彰。六瑞就六种祥瑞。啊，六种祥瑞，啊，外彰向外彰显出来，六种祥瑞向外彰显出来，就称为变，啊，而我们内在的心呢，是天然的内慧，就是啊，这种慧呢，是一种很皎洁的智慧，啊，就是很光明的智慧，啊，这个六瑞呢。六瑞外彰，六种祥瑞向外彰显。这个六瑞就是佛陀现在所现着六种神变，哈，六种神变，哈。这个神变，这个神变呢，哈，六瑞呢有六种祥瑞的神变，好，那六种呢，我们从前面到现在，哈，仔细哈，我们仔细回忆一下，第一个有说法的瑞相。啊，说法瑞，第一个是说法的瑞相，说法瑞，啊，六种祥瑞相呢，有六哪六种？第一个是说法的瑞相，这个上面都没有哈，我现在只报告法华文句上面的。第一个呢是说法的瑞相，啊，第二个是入定的瑞相。他们前面说法是不是有说那个无量易经啊？啊，先说无量易经，然后再开始。入定了，啊，就入定的瑞相，啊，入定之后，啊，放光，啊，就有放光的瑞相，啊，然后就与曼陀罗花、摩诃曼陀罗花，啊，这些花，就与花的瑞相，啊，然后呢，大地变动，啊，震动，就地动的瑞相，众生看了心喜悦，就心喜的瑞相。这总共六种瑞相，啊，六种瑞相。第一个说法瑞相，第二个入定瑞相，第三个放光瑞相，第四个与花与这个花的瑞相，第五个心啊地动的瑞相，第六个啊众生欣喜内心很欢喜欣喜的瑞相，啊，这总共这六种的瑞相。这六种的瑞相向外彰显，而内心呢是天心啊，天然那种
皎洁光明的智慧啊，天心啊，这就称为神变啊，这称为神变。因为《法华文句》讲的这个神变，智者大师所解释的啊，比较符合这边所要提的啊，所以我先跟各位报告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小字：弥勒菩萨已成清净供养无量诸佛，以文殊无别，且为此世界的后补佛。对此类相之因缘，可说一目了然，本无有疑。特为发起宣说妙法，利益众生，而示现心有疑问，因问求答，显露将说妙法之一线消息也。好，就是弥勒菩萨呢，他当然知道佛陀一定准备讲《法华经》了。好，诸大菩萨都知道，文殊菩萨也知道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等于是在演一场戏，让这个《法华经》就这么啊一步一步啊，它是有它的步骤的，先放光先瑞，然后有人疑问，然后开始问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就开始回答了啊，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。这个弥勒菩萨，你看哈，他已经是一生补出的大菩萨啊，他呢明明也知道了，可是呢就是视线啊，这个发出这个疑问出来，好，就视线这个发这个疑问，所以他等于是要带众生来发问，带众生来发问。很多经典都是大菩萨带众生发问而出来的。这个不止弥勒菩萨是这样哈，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也一样哈，他一定像观音菩萨过去生是正法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，对不对？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，他也是佛，过去佛再过来哈，然后你看他示现的32相啊，那个啊。我们普门品里面提到的这个32相，那只是代表，事实上是无量的相啊，无量的相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。你看他这样子的示现，他就是为了度化众生，所以你哪个地方有法会他就去了啊，哪个地方佛陀有讲法啊他也去了啊，包括普贤菩萨，我们最后面那个普贤菩萨哈。你看普贤菩萨最后也来，为什么？普贤菩萨本来在他方世界也在参与另外一个讲经说法的法会，那现在他又来啊，又来听到这里讲法华经，他又过来，又在发，也带众生也发问哈啊，然后让法华经又多了一些经啊，多了一些内涵，又留给后世。一有发问，佛就有答嘛，一问一答就有资料留给后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要庄严道场，所以他们不会去计较我是什么身份啊，大家了解吗？他不会去以这个去计较我这个我这个我执啊哈。所以我们到任何许多地方哈，去帮忙啊，去帮忙，我们不要去太去想说啊，我自己是啊是负责人呢啊，我一定要做。就现在很多人他都喜欢他要做主。他要做主啊，我要做主才行哈。其实你到我们到别的道场去，我们就可以懂得说，我们不一定要做主啊，我们去协助人家哈，协助人家那也是功德一件。好，这个，所以我们从这个诸佛菩萨，你看他们都在演一场戏哈，我们不一定要演国剧里面重要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身啊？啊，在外面跳的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就是我们要做一般的人哈，跟重要的人，好，我们都要能够做，这个就是显示我们自己的我执放下，我们只要这个团体，
啊，只要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和合，能够完成，啊，那样子就好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别的地方请我们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不一定是要重大的位置给我们，我们才愿意去做啊。像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的，他是不是有重视我们，我们才去帮忙？如果没重视，我们就不去帮忙，那这个福报修不到，啊，肯定修不到，因为心态就不对了。心因不对，你怎么感召来好的果报？所以很多居士很奇怪啊，他一直在付出，在付出，可是家里还是很差，家里还是很差。他一直在付出，好，一直在很用心的帮忙，可是呢，他家里状况还是很，他的福报还是没修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觉得他自己要做主的，他才算帮忙。所以你如果说要他做其他的角色，他就不愿意了，这样心态就不对，感召来的果就不对了，感召的果就不见得会是很好了，啊，感召的果就不见得很好。所以我们要通身放下哈，不要一直把自己的这个啊，这个我啊那种一定要受重视，我才要去护妻呀哈，或者去或去做义工啊，这样是会很可惜的。啊，会很可惜的。我们可以去扫扫地也好啊，好，在旁边捡切菜也好啊。为什么要做主厨？这个，他要听我煮什么菜才要去帮忙呢？那厨房里面一个主厨下去，事实上是旁边人是主厨，旁边人都会七嘴八舌啊，啊，这个要这样子煮，这个要怎么弄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我们做事情哈，要懂得啊，一定要懂得。你要修福报，就是让整个事情能够完整。我们即使是小螺丝钉都没有关系，啊，即使是小螺丝钉都没有关系，啊。如果哈，我会煮菜的话，有时候我会想，哎，我要到哪个道场去哈，去发心煮一顿给大众吃。啊，不一定要大家知道我是谁啊，哈，我就煮一顿给大众吃，就默默去煮好的啊，啊，这个福报就自己灌起来啊，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好，可是，默默做哈是很快乐的。默默做是很快乐。126啊，126页啊，我们这段现神变相哈，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啊，世尊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不用再多解释了啊。我们看下面啊。我这那个翻过来125页哈，我们刚刚讲神面相，下面还没有讲完哈。以何因缘而有此类？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我们看经文就好。今佛世尊入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，当以问谁？谁能答者？哈，就是啊，现在佛呢入定了，哈，入定了，又现不可思议的相，哈的事情。就是照万八千世界见种种的相貌啊，种种因缘啊，种种啊的性解啊，许多的大菩萨啊在行菩萨道，那么这些稀有的事现出来，我们要问谁呢？谁能答者？复作此念，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。就是他们叫问文殊菩萨啊，问文殊菩萨已曾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啊，这个弥勒菩萨就想，这只有问文殊菩萨了。并因见此稀有之相，我今当问，啊，这个文殊菩萨是诸佛的许多过去许多佛的老师，啊，许多佛的老师，所以他教出很多佛。我们在许多经典都有看到类似的，像地藏菩萨，许多佛是地藏菩萨的学生，啊。所以你看《地藏经》一讲的时候，很多佛都来了，啊，很多佛都来了。
就是赞叹地藏菩萨，因为过去是地藏菩萨度他们的，到最后他们实际上成佛了，啊，成佛了。以前我常常想不透，哎，这个文殊菩萨是诸佛的老师，那为什么他不是佛呢？他都当佛的老师了，那他为什么还是菩萨呢？啊，常常想像菩萨比较低哈，啊，这个佛呢都是比较高，啊，但是这个他们这些都是在演一场戏了，啊，都在演一场戏。你什么身份都不重要，只要众生能度到才重要。对不对？什么身份不重要，众生能够被度才重要。所以不是这个人能够被我度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，他要能够被度才重要。好，所以那个以前祖师啊，以前那个有一个大祖师跑去问假祖师，问乙祖师，这个假祖师跑去，这个两个都是啊，不是，这个假祖师。他要去参访乙祖师，甲祖师还没有成就哈，就去看那个祖师，是要去跟他参访，啊，因为乙祖师已经大开悟了，这个甲祖师就想，哎，我要去跟他参访哈，那个一定要跟他一样的境界哈，他要去做他的徒弟，可是他一到他那里，这个乙祖师就劝他说，你要去丙祖师那里。他就很讶异啊，说我要跟你学，你为什么叫我去他那里？啊，那他就，但是他也，这个他就乖乖听话了，啊，就去了，啊，就去了，就到丙祖师那里就开悟了，一去就开悟了，一去就开悟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些师父哈，不会去执着你徒弟是不是自己的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去执着徒弟是不是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会去执着。以前我早期刚出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在家人哈，他一直要跟着我学。我说有一个人不错，你跟他学。哦，结果他哭，我一直哭，啊，一直哭。我说你哭什么？那不用哭了。他说我现在还年轻哈，我没有办法教你，我现在还有好多修行的路要走，我才刚出家而已。好，你要去跟某某人学才好。他意思是好像说是我不教，没有要教他，就是不要他的意思了，啊，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哈，我们师父不会这么想，啊，师父不会这么想，只是希望说啊，你要好好跟更好的人哈，啊，去学习，啊，好，我们翻过来啊，这段讲完，啊，126页最啊的经文啊，最后两行。尔时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闲坐此念，是佛光明神通之相，今当问谁？啊，这个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四众弟子，还有诸天龙啊，天龙八部、鬼神等闲坐此念，是佛光明神通之相，今当问谁？现在佛放光明现神变啊，现在要问谁呢？啊，也这样子的疑问啊，也是这样子的疑问。尔时，好，看下面经文啊，127页。尔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，又观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，而问文殊师利言。以何因缘而有此类？弥勒菩萨就带众生发问，因为大家心里也疑了，也怀疑了，就带众生发问。但是他心里清楚，带众生发问。以何因缘而有此类？神通之相，放大光明，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细见彼佛国界庄严。这个呢是啊，弥勒菩萨啊代发问了啊，问文殊师利了啊。于是啊翻过来128页啊，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，以即问曰啊，
用这个寄送来问啊。哦，下面很长了啊，下面直接就是寄送了啊。这里面的寄送啊，这个寄送前面的文哈，这经文叫长行，长行叫这个经文，这个它的这个经的这个结构，它叫长行。那么现在这个讲的是寄语啊，这寄语，寄语呢啊，又称为祈业啊，祈业寄送又称为祈业啊，祈业呢是四句为一寄啊，即一送也，它一寄就四句是一个寄啊，就是啊一送，所以一寄是四句啊，一个寄语是四句啊，是四句。那一般呢，一般这个寄语寄送啊，这个寄送是重送，一般都是重送比较多。这里也是重送，什么叫做重送呢？就重复前面长行的内容，重复一遍。可是有时候有加，有时候有减啊。那么长行呢，有些多出来是寄送没有的，有些呢是寄送有啊，然后长行没有啊。但是呢，原则上是以重复再讲一遍啊，重复再讲一遍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字第一行啊，小字第一行，寄送泛与其业，此云应送，每四句为一寄，即一送也。送呢，有孤起送与重送而类，本经所有寄送多数为重送，即重述前文之意。重送与长行之句有比广此略，此广比略者，就是重送跟长行呢啊，字句呢是啊，就是它的内容有的呢是比较广，有的重送呢比较多一点，长行少一点，有时候重送少一点，长行多一点啊，这是互相有增有减，内容稍微有点出入啊，可是大致上是以重复为主。义理有彼深此浅，此深彼浅者，在意思呢也有时候啊，有时候长行比较深，重送比较浅啊，那有时候是反过来。行文有前后互异者，或彼显此隐，彼隐此显，或彼有此无，彼无此有者，无非互相彰显经义，使令易解，并为厚道者令得全文啊。就是说它的字句啊，它的里面的义理有时候比较显著，有时候比较没那么显著啊，有时候有些呢有显出来，有些是有讲，有些没有讲，可是呢都是互相为了要彰显出佛陀的意思啊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，互相彰显。所以长行跟寄送是互相配合啊，互相配合，重复一次的时候会更清楚，使令易解，使令易解，让我们更清楚，而且会为后道者令得全文，让后来再来听讲经的啊，也会再啊，让他能够全部听得到啊，全部听得到啊。这是指这个寄送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经文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原则上就讲到，先暂时到这里。我在结束的时候再讲一小段普安祖师，好，因为这几天看到普安祖师很欢喜，以前我就很喜欢普安祖师。这个普安祖师有一次有一条牛啊，啊，这个故事我前天大前天才讲过，啊，就是有一条牛啊，有一条牛，他要被杀了，他被屠夫杀了，他就偷跑走，他知道自己要被杀了，就跑走了。跑走了，跑到普安祖师的门口，就敲普安，用头去撞普安祖师的那个门。啊，这条牛呢，在撞那个门，啊，这个普安祖师就把门打开，这条牛就冲进来，跪在普安祖师的前面，啊，就伏在那里，双脚扶住，啊，
匍匐在地面上。这个普安祖师看到这条牛啊，就说啊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会保护你，你不要担心啊，你不要担心，就叫人家把它牵走啊，牵走，然后呢叫他旁边的弟子拿水草啊给他吃啊。那这条牛呢啊，他就啊就被救了。这时候屠夫呢就要找他的牛啊，找来找去就找到他的寺庙来了，就问普安祖师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牛啊？他说有，你的牛就在我这里。普安祖师就讲，你的牛就在我这啊。那个屠师他就跟那屠夫问，你这牛多少钱哈？因为这个普安祖师之前就请人家哈，在这个屠夫还没有来之前，就请人家准备36贯钱。他们以前古代钱是贯，好，一贯两贯，36贯钱。好，那这个不是三十六贯钱啊，没关系的，这个是不重要哈。他就请人家把钱准备好。好，那这个屠夫来的时候啊，就问那屠夫啊，说你这条牛哈，你这条牛你当初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买的？屠夫就讲多少钱多少钱。然后呢这个，那么你杀这条牛啊，你能赚多少钱，净赚呢 净赚多少钱？他说多少多少钱啊，那合起来的钱就正好是他请人家准备好的那笔钱，合起来他就把这事先准备好那笔钱就给那屠夫啦，啊，这笔钱给你，我帮你买下这条牛了，啊，我连你要赚的那个我都给你，要他要杀牛的要赚的该赚的也给他，啊，就他又给他了。那这个屠夫呢就很高兴，啊，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放生，啊，放生，有时候我们放生哈，跟那个，其实我们也不要跟这卖鱼的哈讨价还价，讨价太过，他们很辛苦。他们该赚的还是要给他一些，好，该赚的还是要给他一点，让他要该赚，好，哎，然后这条牛呢，啊，这条牛，那个等那个屠夫离开之后，这个普安祖师把牛叫过来，他说：“牛啊，牛啊，啊，前世业障重哈，你今生呢，啊，变牛，啊，现在我用施主的钱，十方施主的钱。”来买你，把你买过来，我又劳动啊，出家师父拿水草给你吃啊，你呢这样子还是你这样子会没办法解脱，转复堕落，他福报就损了啊，转复堕落，你呢现在啊，现在到后面的窑哈，因为他现在在盖寺庙啊，他们盖寺庙自己哈，有自己要烧那个瓦，烧砖烧瓦，所以他们自己要建窑，烧窑啊，烧瓦烧砖的那个窑啊，他就请那个砖瓦，他要弄泥巴，他请那个牛去踏那个泥巴，踏泥造瓦啊，踏这个泥巴去造瓦，啊，踏这个泥巴造这个瓦。他说牛啊，你呢去后面这个窑的地方哈。去踏泥造瓦，自去自来，不要再劳动人家拿水草给你吃，自去自来，自己去自己来，你自己去找水草啊，吃完你自己就来踏泥，自去自来，啊，然后以造瓦之功德，造瓦之功德以求解脱，啊，造瓦之功德以求解脱，啊，所以这个普安祖师他这个大菩萨，他都看出这个你功德呢，如果说这条牛还要劳动里面的师父再拿这个水草给他吃，然后他再去踏瓦，让他去踏瓦造你，他不见得有办法，他福报不够啊，他还是损福报啊，所以呢你要求解脱呢，自己要想办法去，你要自己去吃水草，好，他自己吃水草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寺庙哈，在寺庙修福修慧，就要真的要懂得自己，好，不要去劳动到
三宝，啊，不要劳斗到三宝。我们只有完全的付出我们自己很多东西，啊，不要损到这个福报，啊，不要损到这个福报。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，啊，累积这个功德，啊，到最后啊能够解脱，啊，解脱我们这个生死，啊，解脱我们这个啊障重的这个身，哈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我看到这一段哈，看到这一段，我心里会怕你，哎，我心里会怕，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啊，自己啊，很多地方也会损福报，啊，也会损福报，啊，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尽量要自己来，啊，都要自己来，不要太劳动，啊，不要太劳动别人，啊，能够自己来的就尽量要自己来，啊，洗浴服啊，哈，啊，或是说各方面哈，啊，生活起居什么啊，都要尽量能够自己来，啊，我们对寺庙哈，啊，只有付出。这个寺庙跟一般家真的不同的，为什么在寺庙里煮饭跟家里煮饭是差很多？因为你寺庙那一顿饭，你是寺庙是十方常住，十方常住跟十方诸佛菩萨以及十方的善缘结善缘，那是差别太大了，啊，那个是差别太大了，因为你那一顿饭来来去去吃饭的都是修行人，对不对？啊。你又是供十方的佛，好，又是供十方的佛，在寺庙里面也有诸佛，里面还有护法善神，还有里面各种因缘都在，各种三宝的因缘都在寺庙具足，好，所以这一顿饭啊，就帮助了很多的，你的结的善缘太广了，啊，结的善缘非常的广，所以难怪那时候。这个归养宗，那个归养宗，他那块地就是一个那块大地里，还是得要劳烦这个点座才有功德力。就是那位那个什么百丈禅师的点座，百丈禅师自己都没有这个功德力去主持归养宗那座山呢。只有点座才有办法，他的点座，那点座福报修多大，啊，点座福报修多大，啊，所以现在但是很奇怪，现在人要他煮饭，好像，而且煮饭哈，很多人煮饭很奇怪哦，他还会，他不是，他都是叫东叫西的哈，会话来话去，像有一次哈。我们有一个师父在里面啊，有一个师父啊，出家师父啊，在我们的这个在寺庙里，结果里面有个在煮饭，就跑去就跟说，师父你去拿贡菜，师父你去拿什么？我在旁边我都会替他紧张，我说哦，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哦，你真的会好不容易来寺庙修福修慧的，你会把自己弄得那个福报会损太大。福报会损太大，啊，这是一些小感触了，啊，一些小感触，跟大家一起共勉，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？请合掌。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
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一生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